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要给大家来展示的我的两款这个 GBD 的这个温涨机，一款是6800的这个 GBD 温室，然后一款是这个最新的这个 GBD mini 7840。我现在开同样的一个游戏啊，我来进入，我来让它运行一下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两款同样的游戏啊，我用两个掌机，一个是6800U，一个是7840U 啊，然后这两款游戏画面的对比，好吧，设置都是一样，都是 1080P 啊，然后最高画质。好，首先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6800的这个 GBD 温室啊，我来点击进入，点击进入游戏，那个迷你稍微等一步啊。我这两样掌机用的是我同一个的那个 Steam 的账号，所以说我没有联网，如果联网的话，是肯定是有一个掌机会被冲突的下线，对吧？哦，还有狗，好吧，那这就是6800的这个 GBD 温室来玩这个往日不在。那么下面我就用这个迷你来给大家来看一下，好吧。这两个画面的对比，哎，给大家来看一下。
俺家去呢。好，这就是 GPT mini 啊，我这样玩往日不在，然后对比一下，因为我只是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啊，这就是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游戏的画面对比，这个 Win4的这个画面跟这个 mini 的画面两个对比啊，给你看一下它的那个色域相差啊。我感觉就是说还是迷你比较高清啊， Win4呢有一点点泛白，这个迷你呢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一点。这就是我对这两款掌机的一个对比，一个就是说屏幕的对比，好吧。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发送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